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。你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你又是谁？嘿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是鸵鸟先生。嘿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是鸵鸟先生。嘿、hey! ，今天我和鸵鸟先生要在紧急反应中成为警察，但是刚警察队伍满了，所以我们就来成为最强警长。Yes sir。哎、欸，我们有女同事抓我抓我，我要成为你的俘虏。哎、欸，被走了。所以今天我和鸵鸟先生要尝试看看，我们可以抓多少人。我来穿个制服好了，我、哦、这看起来蛮帅的。你看这个，你这根本不像警察，好不好？像馆长。我们现在来拿枪吧，置物鬼按一。但是你等级低的话，好像只能拿手枪。所以右上角，我们现在是 recruit， 我们现在只是刚被招进来的一个警长而已。我们今天的目标至少成为 deputy， 然后杀几个人才可以？不知道，我们看到谁都杀好了。我们确定是当警察、啊。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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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左上角显示代号659，目前有人在抢房子，好吗？啊，去帮他们。想当初我们也是在抢房子的。我带路，我带路。你带路 ？OK OK OK。等一下再右转。要右转，告诉我过了。你可以找人抢吗？我猜他们应该都抢劫完了吧。然后呢？右转，右转，右转。这是医院啊！欸、不是这一间。直走，直走。然后最后一间房子就到了。左边吗？应该就这一间了。这间 OK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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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拿出我们的枪。659嘛？哎、欸，这里不是659，是不是带错路了？哎、欸，659已经没了啦，已经被抢完了。史上最烂警察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是有经验过的罪犯，现在改邪归正，我们知道他们的套路。240，现在有个抢劫 ，Show on map，Let's go。OK OK， 我们要到了。哦，原来是银行有问题，有人在抢劫银行吗？我们从后门进入好了。里面已经有毒气了，好像是都已经抢完了。对啊，你这个烂警察，你先来，你在干嘛？你怎么没抓到？你是不是他们同伙的？我不太确定，在美国那个 sheriff 跟警察他们差别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警察只是在一个城市里面的，什么 NYPD 那种东西。Sheriff 就是整个州的管辖范围更大。我们去追左边那台车好了，那台车好像蛮可以的。等一下你看到他就射他，相信我警察直觉好吗？做了20年了，他还在冒烟就很可疑啊。OK， 攻击攻击攻击，我挡住他了。你看看他果然是罪犯，他果然罪犯。Oh my god！ 啊，逮捕逮捕他！我快挂了，救命！救命！啊！哎、欸啊，我挂了，救我！你按 stay， 然后 call ENS， 看有没有人会救我们。哎、欸，有，救护车来了 ，Let's go！ 没有人来救我。哦，有人救我了，谢谢警察。而且我看我逮不到一个人了，逮不到一个培根头了 ，Let's go！ 你在哪里？还躺在那里，没有人救我啊！我看到了，叫你一个人躺在那里，没有人来救。可怜啊，救我！哎、欸，消防车离开了。啊，离开！我问这个培根头，你有电源油杆笔电吗？有。哦、oh, ，他说有 ，OK， 放你走。各位，所以如果你们不想要被我抓的话，记得电源油杆笔电，然后帮这里面按这个喜欢 ，release。Oh no！ 他，我才刚放他，他就被别人警察抓走了。有一个人一直在帮我做人工呼吸，但救不起来、欸。人工呼吸要正面吧？他还压你头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他们在假装救我。我来，哎、欸，都压一下你。我们需要更好的枪。我觉得我们刚就是输在枪太烂了。哦，有够失败的，完全没做到任何事的警察。我觉得是有外观的关系，这个鸵鸟外观不太靠谱。最靠谱的外观好吧，是你脸的关系。你怎么纯脸？哎呦，你看这个多帅！过来这边置物柜一下，它这边有个 gear， 然后你可以拿，其实不止手枪之外，很多道具。哦，还有盾牌。对，防盾震盾爆，防爆盾，防震盾。OK， 我们全部装备上去。我记得我有买 SWAT 的 Game Pass， 所以我应该可以买比较好的。你看，我可以拿比较好的枪。哎，羡慕吗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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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这次我们不一样了。哎哎，这个很可疑，但它是很可疑，没错啊。车在冒烟，但好像没什么犯什么罪，我还是把它停下来看看好了。OK OK， 哎，他逃了，拒捕。Out。我来检查看看你 ，OK OK， 我来按一检查看看。哦、oh, ，他有超速，然后他还有闯红灯，给罚款186元。Sign here。Nope。哎，他要上车了，停下来，可以走了。哎，袭击，袭击。哎，我被碾过去了，救命 ！No。啊，哎 ，OK OK， 车上，上来。你太走了啦。哎、欸，这跟越狱不一样，你不能把别人从车子里面掏出来。有警察来帮我 ，Help！ 哎、欸，警察来帮我。
我还在后面跑啊。OK OK， 警察把他挡住了 ，Let's go。培根头警察把我挡住了，下车。OK， 我把车打爆，我把车打爆了。我来攻击我，来攻击我。OK， 我把他杀了。五个警察 PK 一个这一份。哎、欸，那台车是不是有点可疑？蓝色的吗？对吧 ？OK OK， 我把他试试看。哎，我被逮捕了。哎，我变成平民了，因为我刚刚射了一个平民的车子，我还被一颗星了。啊，有警察来逮捕我了，救命！救命！你在哪里？哇，平民把我杀了，我被抓了，我被杀了。那个蓝色车的真是坏人，我被关到监狱里面了。Bro， 这社会没有正义耶。我们是要换个伺服器。OK OK， 换个伺服器。啊，我看到你了，兄弟，我出狱了。不要再当黑警啦。OK， 我们切换到那个警长吧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响应一些那个 NDT 上面的报案的东西。哦、oh, ，有可以看到那个通缉犯对、啊、，Most Wanted 有两个人嘛？你说一个就是黑人，跟一个就是你的伙伴吗？另外一个我，等下就去找找看他们。哎，左上角有人在抢劫珠宝店，你在哪里？我去接你。还是我就直接走去珠宝店吧。OK， 你直接走过去，我们在珠宝店汇合。Later， 我又迷路了。我也迷路了，珠宝店在哪里啊？I need backup. My location is near Downtown Park. Downtown Park 在哪里？我快到珠宝店了。我先到珠宝店好了。我到珠宝店了。需要支援吗？看起来嫌犯再次的逃脱了。有人瞎说 I need backup， 我们去银行好了。Back 怎么太多人？太多警察了吧？什么东西啊？好多人，这个人吗？这逮捕他，逮捕他！你的伙伴有没有逮捕他、欸？我看他是不是已经变平民了？哎、欸，他变平民了，现在只剩一个培根头被通缉了，居然这么好逃过法律的制裁，我可不允许。打你 ！I'm gonna just leave and walk。你以为你可以这么好躲过你的制裁吗 ？Stop。OK。Have a good day, sir. 盘查是不需要理由的。Thank you. No problem. 我最后有个警车被他用倒了，来笑一下他们。他们两个都订阅的观众啊，对不起。I help you. 他们车子倒了，来帮他们。哎，一起来帮他们呢。推推推推推。再用你的车来直接撞他。好，我用我的车撞撞看好了。完全没用。哎，好像、哦。哎，我修好了。Let's go. Yeah. Thank.No problem， 我现在又有人在抢银行了，上车上车，我看到了，哎、欸，这是应该捡零响了吧？哎、欸，这个前面那台红车，可能警察，但我还是确定一下，这个、不是警察，哎、欸，啊，这个吗？哦，这个，我把车毁掉了，但我不敢，哦，他来杀我们，逮捕他，他三颗星都不行 ，Oh my god， 他被电击了，哦，他被另外一个警察抓到了 ，Oh my god， 太多警察，对啊，这是好多警察，当罪犯应该很好玩，被警察一追，你想要当罪犯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当罪犯好了。警察太难赚钱了 ，Let's go， 犯罪去喽！买枪买枪，美国宪法保障。我们买枪之后就要小心喽，别人都可以杀我们了。我们现在来创个大的 campaign， campaign 榜。我们要抢劫，我们要发财，我现在只剩558元，我快破产，孤注一掷了。真的太多警察了吧？现在抢这银行太刺激了吗？我最喜欢刺激的 ，Let's go！ 观众说，就是你可以直接从后门，你不需要那个什么卡之类的，你可以直接从后门拿枪射破玻璃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抢银行了 ，Let's go！ 找那个找密码锁，史上最多警察 PK 我们两个史上最强罪犯。我找到我这边在桌子上面1019，快输入1019，没错 ，Let's go！ 呜，谁准备好枪？我们这个一定要赢。哎，地上有雷射，小心不要碰到。我上次犯了一个最大错误，就是因为我一直按冲刺，所以就到最后没体力。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警察来了！警察来了！我抢到1800元，毒气在慢慢启动中。哦，毒气在下来了，好多钱哦，2000元。哎，我真的发财了，我现在到10000元了。好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贪心一点。好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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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就抢到17900元，好多。哇，为什么？被毒死了！哎，你为什么也死了？我刚刚不是还有半条血吗？啊！毒气蔓延到那边去了，而且我现在还有三颗新通气，警察在旁边，我们要躲过八分钟，那就再去抢的吧。既然都三颗星了，我们要抢什么？珠宝店。OK， 而且我发现我刚刚钱都没了，我没有钱买拉佩克。我有。Let's go， 就靠这个回本了，不然我真的要破产参加鱿鱼游戏好吗？我觉得应该没人吧。我们来抢吧，电钻。啊！挑战中等难度就好而已，好少哦。哎，银行真的很赚，银行刚刚随便就10000多元。我们家干部大了。OK， 我抢到1400元了。
我怎么才抢到250元？太少了吧！警察好像来了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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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快走快走快走！我家3.5颗心动器 ，Oh my god！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那我们直接停警察局。对，这边是警察局，我们直接把车停在这里。你看警察就在外面。哎、欸，警察掠过我们了！他们一定想说我们是重生的警察。我们还要躲在这边吗？还是我要继续抢？继续抢啊！看到旁边这边就有个 ATM， 我要直接来抢这 ATM 了。啊！飞天车挑战中的难度。哎、欸，这个 ATM 都比珠宝店还要赚，这 ATM 就可以6200元。我知道为什么你那么多钱，因为你刚好只调16%而已，太黑心了吧？那是自动的好吗？不要误会，那是他自动调的。你害我分心了，然后我、哦、失败了，我把你调成15%了，好吗？那我分那么低，那可以。我抢一个，连个麦当劳都吃不起，把你调成1%了。游戏至少5%哎、欸、，OK OK， 5%五趴保底，5%太低了吧？放心啦，这个是我们要共体时间好吗 ？OK OK， 我赚到了2944元，我们要不要在旁边全部都警察的地方直接抢银行？好，直接抢 ，Let's go。警察在旁边，我们直接抢银行。哦，找到我，找到我，6933，趁乱打劫。我们现在快要5颗心动器了，已经4.5颗心了。好，等下记得不要太贪，毒气下来好像就要走。没错，没错。汲取之前的教训，抢个金块，2000元好赚。我才100块而已，毒气是不是下来了？毒气下来，毒气下来了。我想再抢一个，再抢一个，再抢一个。跑跑跑跑跑跑！警察已经在外面了。OK OK， 这次我居然活下来了，终于活下来了。警察在后面，我们走后门，拿出枪，拿出枪，拿出枪，直接进去，直接进去 ，OK， 直接进去，跑跑跑，哦，那是群众，Let's go， 耶、yeah! ！我们在超多警察之下抢劫银行成功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赚到18000元了，从刚刚破产5500元，你赚多少钱？我赚了500块，恭喜老板！如果这部片破了10000个喜欢，下次我就把鸵鸟先生的分成调成 95%， 你肯定不会调成 10%， 我就谢天谢地了。突然有点不爽。OK， 各位，然后开始差不多今天这集剪辑反应的影片了。我们虽然没有成为了最强的警察，但是成功抢到了银行。鸵鸟先生有什么想法？救我！想要救他的话，就先帮助我们按下一个喜欢，然后订阅，考虑订阅这个频道吧。每周一、三、五看笔电 YouTube， 我是豆干笔电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